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高雄市长陈菊屡次被传将接任总统府秘书长，媒体经询问总统蔡英文可能时间以及陈菊在年底扮演的角色，小英总统也做出回应。联合新闻网报道，蔡英文经与媒体查叙，表示府秘不可能一直悬缺，需找适合的对象，目前仍在处理中，等情况明朗后会与众人说明，强调这个等待时间不会太长。报道指出，蔡英文在与会中被问到陈菊何时接任府秘，以及在年底大选中将扮演的角色，蔡反馈媒体，这段时间以来你们一直在防菊姐这件事，如今居然问到我本人。报道提到，蔡英文透露，站在府秘的副秘书长刘建清有跟他说，自己不要代理很久，拜托他赶紧去找秘书长，刘也会积极协寻人选。